乜你啦？你試下。雷哥真係，雷哥，雷哥，雷哥。你是什么？你支持警察？我先做什么先？你是什么？你支持警察？我擅长什么先？啱啱啦，我就喺英皇道呢度拍摄咧，就系、是、警察咧就起咗两条防线咁样啦。咁咧就我见到咧就途中咧有一个就比较灰梧嘅啊，比较大只嘅一位男士啦。咁咧就有一位警察咧就拍住佢个膊头，就叫佢冷静啲啊，咁叫佢冷靜啲，冷靜啲，類似咁樣嘅情況啦。咁咧嗰情況咧，我就行前咧就問呢位男士啦，咁樣我大概咧同佢有一米以上嘅距離嘅當時。咁我就問佢啊，你係咪支持警察㗎？咁我只係問咗一句説話，然後咧佢過嚟啦，就要作勢要打我咁樣啦。然後佢真係咧就打咗過嚟，咁樣打咗過嚟啦，就將我嘅儀器咧，我手上直播嘅儀器啦，就然後打咗落地下。然後咧我當時咧係我即係佢一個。佢係一個穩定器，同埋一個另外係一個直播嘅儀器啦。咁就分開咗，現場分開咗。但其實甩咗出嚟啫，就唔係話壞咗咁樣嘅。咁我跟住咧，後來我發現咧，就其實咧，我有個麥啊，入插住一個麥。咁咧現場咧本嚟應該係直嘅，應該係直嘅。咁而家咧就係、是、變咗個差唔多90度啦。咁現場個麥咧就受到破壞咁樣啦。咁後即係當時咧，警察咧就叫我行埋一邊咁樣。咁之後咧，警察咧就將我咧帶去另一邊啦。咁就喺佢哋嘅警車嘅後面咁樣啦，就問咗我咧，就攞咗我嘅資料，同埋要我攞我嘅公司卡片，咁啊留個聯絡資料俾佢啦。咁個男警咧有男警同有女警在現場嘅現場。咁啊男警咧就話咧就其實佢就同我解釋個程序。佢話程序咧就係話佢之後咧會打電話俾我，又問我落後宮咁樣。咁就問我有冇受傷啦，甚至驗傷啦，甚至醫院啦，同埋我嘅儀器有冇壞啦。咁當時我未發現我個麥壞咗嘅，所以當時我答佢咧係冇壞。但後來我補充翻嘅，後來我發現麥壞咗之後，我再同佢補充翻。咁然後咧佢就同我解釋個程序之後咧，就話咁你可以繼續去做嘢啦。佢都知道我要做嘢咁樣，所以繼續你可以繼續拍攝去做嘢。咁之後咧佢哋警方咧就會聯絡我，佢同埋咧佢話如果如果冇見到有聽到有警方咧打電話俾我跟進嘅話咧，我自己咧主動打電話去北角警署，同埋佢咧就留咗佢嘅編號俾我。咁所以咧現場個情況就係咁樣先。